有一个口号叫做冷饮直接喝，我就是要用吸管喝啊。第一题，请问每年全球产出多少塑胶？是第一，超多。来。欢迎来到虾叉秀，大家好，我是麦当劳行销部专员。你不是？我们现在那个厂商合作的规格真的越来越大耶，麦当劳就要请我吃这些套餐。今天有麦当劳特别来宾要来就参与我们的虾叉秀，听说是影片知名人物。等一下，我们就让大家看一下是不是个小帅哥。我们现场欢迎他。好，欢迎欢迎，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这一块就给你了。我跟你讲，干嘛？你干嘛这么会做人呢？很会做人是不是？对啊。外送有什么东西准备？看起来放的澎湃。有我们就是旧口杯的麦当劳的饮料，然后有冰旋风，有汉堡、猪排堡。冰旋风。冰旋风的包装也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觉得它缺少了跟以往缺少了盖子？盖子。那为什么这盖子会把它拿掉？因为它上面这盖子原本是一个塑胶的，公司也是会提倡说，我们之后改成一体成型的纸杯。那这纸杯也是经过 FSC， 就是森林管委会，把它做成的一个纸杯。FSC 有没有够？这个小数的码，对对对对。没有发现都没有给吸管吗？因为我们现在四月份开始，我们的柜台上面就已经不主动提供吸管。那我们有一个口号叫做“冷饮直接喝”，冷饮直接喝，我不帮你吸。啊，我也好。那我们十一月份开始，我们的欢乐颂跟我们的得来速的部分也都不主动提供吸管了。其实现在大家的环保意识也都蛮强烈的，加上说我们有时候。像我一个经历就是说我送餐，然后我们都会主动提供纸吸管在外送的部分。那现在客人说哦不用了不用了，我们已经不用吸管了。那应该不会有人真的当下就发脾气说，对，我就是要用吸管喝啊。当然还是会有。如果有，请你检讨你自己。还是对。你干嘛教训大家？对，就是你云林的吴先生。人家吴先生，还是明白？你跟我跟云林吴先生道歉，人家吴先生没有这样。吴忠义就是你。好了啦，吴先生不好意思哦，没有。Okay。那今天我们就谢谢小哥排除万难的前来帮我们做外送。对，你应该还有其他单要送吧？今天对我还有忙吗？对，好，祝你们用餐愉快，谢谢。谢谢小哥。好，制服记得留下哦，希望你全裸离开这里。介绍完麦当劳，其实我们最近虾皮自己也有开始有环保纸箱了。来，冷姐，这就是我们的环保纸箱。对，我们虾皮这个环保纸箱呢，会在我们双十一购物节的档期开始启用，所以如果你是订购虾皮二 CH 拿到纸箱的朋友的话，就是会是这种环保版本的纸箱。反正呢，这个就是用百分百可回收的纸浆再制成的纸箱。对，而且呢，它不含 PVC。是不是？那刚刚我们跟麦当劳就是这个餐点介绍完有环保的概念，然后我们自己的纸箱也有环保纸箱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进行一个环保 PK 赛，看你的环保知识到底我们还是来宾队比较厉害。对，我未看先猜，一定是来挑战我们 PK 的两个。让我们欢迎腿边跟腿边，耶！来期待一下，呼呼。看看是谁又来了？看谁又来了？那现在主持人队跟来宾队各选一根薯条。好，这个。接下来我们会出十道题目，赢的人可以选择一份餐点走。一份餐点走。对，但是也不能乱答题，因为你们答错的话，就是两个人要互相把它当狂狂狂。哦，我已经狂答错了。哇塞！好的，变色不回。乱答。等一下，好可怜哦。等一下，可以请这两位走，然后这个游戏跟学长那个外送员学长进行。对，我们外送员学长走。对啊，我们学长。开始了，好，好，来吧，来吧。请关主出题了。第一题，请问每年全球产出几兆英里大的装瓶塑胶？提示：提一年一大约70万吨。哇，这真有用的提示！哇塞。3、2、1。好，我也知道。好，你有算了。我有大概抓一下。老师说不会就猜 C。对，老师说不会就猜 C。啊，是 D 耶，超多。你拿到一口，我快拿到手了啊！只卡 C。只卡 C。是我最爱的 Oreo。大口哎！哎，不要放回去啊！你们要那个。哦。搞不好是我一会的一年，搞不好是我一会的。首先你开始，怎么啦？
好，我来，我来，谢谢。四十 CC。但是是哪个选项？你说四十 CC 是哪个选项 ？A B C D 哪一个？他没有出来啊。这个没有选项。这是申论题哦，不好意思。他这是问答题。那我刚刚就直接举啊，我怎么知道？四十 CC。Drop the mic， drop the mic。工作人员刚咳痰，你没有听到吗？我知道。先咬薯条。换我们了吗 ？C。照规则。好，我会答了吧 ？A。答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答案是 D。塑胶需要几年才能分解？二一。D。答错了。C。我们对吗？我们对了吗？耶！我想要吃这个吧，就行了。塑胶燃烧产生的塑胶微粒成为一层塑胶膜在大海上，也会间接让人体摄取到塑胶微粒，而且塑胶成分很难排出体外，会使身体受到危害。请问上述提到几个塑胶？没有没有，七个，八个，有点五个，前两两口啊。你看我们有多短，要不要可以换？想不想用我这个？没有，我家在养大口。他先，他先。C， 对吗？对。好，喝饮料喽。我，好吗？这感觉不太会有外在的变心脏。嗯，心脏蛮难那个的。心脏感觉是比较真的天生身体不好。全麦到底是什么？这环保行动都有什么？这里，这里。对，做口碑，做口碑。Cheers！ 生日快乐！真的要干哦，干杯哦，干杯哦！沙皮双十一快乐！哦，视频，大哭啊！何者为非啊？哦，何者为非哦？不合理，但我真的会大哭哎！还有一个加分题，加分题，加分题干嘛？那加分题加多少？就是一样。好，来，好来啊！那让子宫都。B， 谢谢，拜拜。为什么？没呀，他刚刚有讲，他刚刚有讲啊。我也知道啊，你刚刚没在听。但是什么缩写你没有办法念出来啊？我来，我来。Forest， 沙皮徐威来吧。好来，好来。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。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。嗯，沙皮徐威。I can teach you better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是邀请到了麦当劳来帮我们外送这一整个套餐，然后也是要顺便跟大家提倡一个环保的概念，就是现在麦当劳啊，他们都已经用旧口杯冷饮直接喝，所以不要再用吸管了。然后呢，冰萃风的部分有一个认证的小塑标跟 FSC， 然后它已经也没有塑胶盖。总之就是我们从日常生活中就开始做减塑。那我们下皮这边呢，也有一个环保纸箱。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生活的一个小部分啦。那当然还是要从你自身开始做起。真的看到太多新闻，就是地球真的 is dying。对啊，就是大家都可以完成的小，善小而不为啊。马上孟子，虾皮孟子，然后微小力量集结在一起，其实它就会有很大的影响，就会是一个大力量。所以请大家跟虾皮一起怎么样？爱环保，没有没有默契。所以请大家跟虾皮一起爱环保，爱这个念法。这次留言，然后我们会抽就是环保餐具。我们有准备环保餐具送给大家，对。所以请你在我们这支影片的下方留言，你都做什么方式在爱护这个地球？我们就会从留言里头抽出幸运的得主，然后送出虾皮的环保水管，然后餐具啊，一些日常用品。再提醒一次，是做什么方式爱地球？我刚其实也有 get 到这个，好无聊，好无聊，好用。所以记得喜欢我们的频道的朋友要订阅，订阅拜托，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喜欢我们的节目就拜托，请多多支持，谢谢你们啦，拜拜，拜拜，要环保，要环保。